欢迎来到英雄联盟。希望他们的恶案不负其望。敌军还有30秒到达战场，碾碎他们。我已经把显示召唤师姓名都给去掉了，为啥也不好使啊？俺的取经之路才刚刚开始。全军出击。行，挺好，不错。把摄像头调一下。啊，不在这儿打野，瞎子打野。看他学的啥啊，摸一下。能医得到吗？可以打，吃药。精准是唯一重要的标准。喜欢咳，我们就咳。盾好了，你先把饼干吃了。看他二级学的什么啊？什么打野？死个打野！不要让他 W 到我们，知道吧？瞎子没来，这么地儿吧，先跟他打个5-5开，这波杀他杀不了，下波再来。我们现在有一个小优势，30块钱的优势。他把饼干给吃了，我们把饼干给卖了，优势已经很大了，兄弟们。上来 A 接打换流，接双 Q 可以上了。有没有意义啊？好 ，Q 闪。你这边帮我耗的血非常的好啊。不追了。他不一定能走草丛里插个眼儿。
走了他就特别的亏，这波只要他走他就是特别的亏。我六了他敢来吗？他俩两个五级打我一个六级，他都打不过我。回家出装呗，二十刀加上我们一个小饼干，下波可以杀。我有闪，这波可以试试。挡住他 E 的位置就可以了。再控他一波。不要被他打不着了啊，这一波不要让他回血。哟，直接回他推线推不过来，他没有出提亚马特。回家出装呗，我决定稳一点跟他们打。哎呦我的炮车，控住。算了，给他牌没事，不要了。这就是他们的本事。他不能去红。既来之，则安之。
这死哥现在干克我，我估计他俩应该打不过我，他来干克我的话。去修炼几年，再来找俺老孙吧。这波可以杀，可以杀，来来来来来，跟我来。两个点炎呢，把峡谷打了。能不能打？打不了峡谷，我们回家。出小冰锤。俺一个跟头能翻108000里。优势不算特别大，小优，也就40刀，外加两个人头，一个人头，一个助攻。不知道死哥在没在旁边，在旁边也没事。我们家队友全部都在这边打了。现在上半段野区相当于是我们家开图跟对面玩，你知道吧？拿了100块。死哥的所有动向全部都能让我们看见，你知道吧？只要他没在上半段出现，那他就一定是在下半段了。这小子可能回家了，我们把这个线给他推过去，吃他打皮。没事，他打不过我。没助攻，行吧，没关系。希望他们能和俺多过几招。拆完走，他可能有传送啊！我们赶紧跑，赶紧跑，赶紧撩，赶紧撤。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，我们来厕所回城。
一些塔我的吧，谁的呀？我的，可以。我们已经很肥了。这波不去下，这波去下相当于白送，不去啊，没技能。一定要你有闪有大再往下走。支援过来。也不是说来慢了吧，这在他们家野区我没有办法。捡了俩人头，这也能捡俩人头啊。这波拆中塔，他守不住，没事。技能全给我放了，放吧。有个红，这波去上。卡密人肯定以为我回家了，100%。你这吸血鬼，这有点早死啊！我这一看呢。你是真以为是杀不了你了是吧，兄弟？你有这么狠吗？卡密尔没出来，要不然把卡密尔杀了。别急啊，先让他没视野。来，我包他。来，我看你往哪走，在右边堵他啊，左边有火蓝。跟我在这玩，你我有队友你有吗？我在等队友，你在等什么？走下去拿小龙，来个九头蛇，能不能打他死？我擦，漂亮！这小手速，哎呦我操 ！Q W 接那什么，然后一手 Q 回来，哎呀！死哥在哪里？死了呀！
不能让他吃我们塔啊，不能让他吃塔，找到他。死亡之舞下件再出，现在我们出这个吸血能非常的无敌。你俩杀我确定吗？啊，这死哥伤害有点高啊。我没把他秒了，不要赢魔刀，死亡之舞，死亡之舞配血手，你就出赢魔刀也脆，没用啊。那玩了单带还不一定能不能带得过他，真的刚才应该双杀的，这死哥连他都没有，我应该先杀卡米尔好条小龙在团呗，着什么急呢？谁在下路带线啊？卡米尔吗？他们家 AOE 确实有点高。单抓可以打，回家，下路中路得守啊，不能带上路，这波带上路对面应该要干我们。小心点右边小龙，对面人呢，对面没视野，进来不送死来了吗？有没有沙漏？哎我操，这怎么一秒啊人就没了，就一秒啊。就一秒啊兄弟们啊。一秒。伤害是真高啊。我们得杀这个卢仙了，咱先杀这卢仙。打完大龙怎么还打成这样呢？着什么急呢？主要是艾克，我给他点信号，他还往那里头走，你知道吧？他如果等我们一下，刚这波对面应该是团灭的，那有大龙 buff 的，不可能打不过。
快件死亡之舞。真的疼啊，不行，上不去，回家上不去，这吸血鬼太猛了。这回就好了，挡一挡，像对面这种阵容，我们的所有的人啊必须操作都非常的好才能赢。他们家 AOE 太足了，我们呢又就是这种都是比较单挑的英雄，你知道吧，所以说呢就必须得是我们的操作都特别的好，拉扯的比较到位才能行。还有个天使不好杀呀，那旁边有人，肯定是100%有人。我们一会儿先假装杀他们家天使，让他大给自己，然后再去杀这个卢仙。不要了，不要给了吧。快来，这天使是真烦人，怎么整的有个天使。能追上吗？他410，打大龙吧。对，把大龙打了，能打不能打，应该我这不活了吗？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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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活了，能打。快点来打龙，快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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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打龙，
一瞬之间抬了半管，不行，这阵容不行，打不过对面这个 AOE， 这吸血鬼加上这个死哥 AOE 太高了，还他妈有个天使。黑切会好一些吗？跟黑切也没啥关系。我就这把出啥？我出六个帽子，该玩还是玩，跟我们没。